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一箱我是没有做过防潮虫处理的啊，现在这个潮虫已经在这底下结茧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一条就是潮虫。然后这边还有啊，这一排过去全是潮虫在这里结茧，你看。这里还有啊，全是潮虫的茧啊。这条虫的话活不了了啊，它很快就要死了。底下有这些小小的，好，我们把蜂给它挪到那一边去啊，然后喷这一边，大家可以看得见啊，这里也是潮虫啊，你看，这全是潮虫的茧，哇，好多啊！这里有一只蜜蜂啊，快出房了，然后估计是被潮虫搞死了，被工蜂拖出来了。喷完之后啊，这在挣扎了。啊，喷完之后，这条潮虫正在挣扎中，等一下就死掉了啊。大概。腹部喷一点啊，然后盖子我们也喷，